首先，第一个节目是由管乐二团所带来的精湛的演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管乐二团。管乐二团呢，是由许双亮老师所指导的学生，为本校三到六年级的学生。那我们再给管乐二团学生最热烈的掌声！某些小朋友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哦。我们欢迎许双亮老师，请大家给热烈的掌声。对，不要忘记拍手。大家晚安。哎，校长好，还有各位家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相信听完一首歌以后，很多家长心里都有共同的一句话，就是觉得哇，这钱花的有值得，对不对？因为不容易啊，才学几个月就可以在上面表演，尤其是。我们这个台上还有几个小朋友是只学三个月的，知道吗？看不出来哈。好，慢慢再跟各位介绍。刚才一开始这曲子叫做《七恩典》，我想不用多做详细的解说，因为大家常常会听到，这应该是最常听见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演唱的歌曲。我们姑且把这个第一首曲子当作今天这个活动的祷告开始吧。好，那也让各位听到了他们在这几个月这两学期里面学到的成果。给各位想想看，从零开始呢，各位回想起来，当初你们家的小朋友们把乐器带回去的时候，吹的声音完全的不能听啊，只能用惨来形容，对不对？可是随着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他们上课，通过了个别课，还有分部课，或者是我们有合奏课，他们一直精进，一直精进，所以到了过了一学期，过了两学期，有这样的成果，真的不容易。那各位不要小看他们，说不定再过几十年，不用几十，也许十几二十年，
里面可能会出个指挥家，或者是作曲家，或者是一个万人迷的歌手都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下一首，下一首呢，这是一个苏格兰的音乐，苏格兰就是在英国的北边哈，风景非常迷人，很多丘陵峡谷啊，湖泊。那么这个曲子叫做在山谷里面的聚会，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些歌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唱的，所以我们会听到三首很耳熟能详的歌，第一首叫做《勇敢的苏格兰》，第二首叫《罗马湖畔》，第三首叫做《风铃草》，都是大家小时候就常听到的歌啊、哦，都是来自苏格兰迷人的旋律，谢谢。发现他们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去这个音乐教室，花1000多块买了一把乌克丽丽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弹了几个和弦，我妈妈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告诉你，因为你去学乌克丽丽啊，所有人都弹一样。你知道，我跟你说个故事，大概20年前呢，这个台湾在推行一种东西，叫做一人一乐器，就是一个一个乐器的意思。很多教育官员都去美国考察，哇，美国人一个人一个乐器，我们也来一人一乐器。就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那个国中的音乐教室啊，40把吉他，每个人上来都弹吉他，弹一样的，然后每个人吹直笛吹一样啊。一人一乐器的精神不是这样，一人一乐器的精神是要像一个乐团啊，不管是管弦乐团啊，弦乐团或者是管乐团也好，他要每一个人担任不同的角色，有不同的乐器，不同的声部。啊，各位看到这个竖笛坐在这里，啊，他们事实上分成2部，啊，那比较大一点，像一团要分成3部，像那法国号要分成2部，如果大一点要分成4部，小号分成3部，然后
这个长笛要分两部，这都要分很多部，每个人担任不同的角色、不同的乐器、不同的责任，这样才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性，好，跟一种责任心，啊，所以然后在每一个人在乐团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就好像每个人在社会上担任不同的工作、不同的角色一样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人一乐器才是有意义的，啊，所以各位，今天我们在博爱国小的管乐团，不管是一团、二团，甚至打击乐团，我们都会充分的发挥这样的精神，那一个人一个乐器，不是只有每个人演奏一样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们热烈掌声。下一首呢，这个叫《美国巡逻兵》啊，这个《美国巡逻兵》就是描写这个那个在巡逻这个兵啊，很多种兵啊，可能也许是部队，他们有时候巡逻是骑马的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啊，由远而近，啊，在由近而远啊，这样一个过程。美国巡逻兵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旋律，谢谢。还有一件事要跟各位报告，就是我们今年的二团呢，非常棒，各位看到台上坐了好多人，哇，好像有史以来人最多的二团，然后呢，所以各位今天听到这个他们的演奏啊，跟各位说个秘密，往年我们在这个二团在演奏的时候，都会找几个一团来帮忙，因为人比较少，他们年纪又小，可是今天几乎都没有了。那有两位学长，他们不是今天才来的，他们平常都在帮忙，一定要介绍一下，这个林轩君，林静博，对，林静博，好，起立一下，这两个哥哥啊，非常了不起，他们每个礼拜五啊，合奏课，他们是一团的，每个礼拜五合奏课都来陪他们练习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啊，在这个隔壁那个教室啊，
陪那个新来的弟弟练习啊。那个新来的弟弟在那里，站起来让他们看一下，他才二年级。还有这个兔吧，这个兔吧，他也是这个学期才刚进来，然后他们两个一个教一个，然后教他们在那个，有一天我过去看他们，哇，怎么这么热？没有开冷气，哇，好热、哦！那四个人都满头大汗，他们专门教徒弟，专门给他们热烈掌声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后面有两首曲子，这个是以前一团都没演奏过的啊、哦，这个是今年特别的为他们新买的乐谱，哇，他们很兴奋啊、哦。这个第一首曲叫做，这个曲子叫《远山》，其实上这个音乐是这个 ，Hello。这个音乐是这个老外写的音乐，可是他却是他的灵感却是来自中国的诗人李白，啊，李白的诗里面的一个纪念一个故人哈的、感觉是说，那个看着这个远山哈、想到故人，啊，可是这个远山却是那么遥远，横在我们面前，啊，然后我们思念故人却没看不到这种意思哈，所以当然，也许各位等一下听这个音乐，也许跟大家想的意境不一样，不是那种古琴啊，当我弹古筝啊那种意境啊、哦，就是西洋人用这个、他的想法，可是要管乐团来演出的哈、哦。如果各位觉得这个与大家想象不符的话，要多包涵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很多团体要表演的话，我是不应该打断各位的掌声啊，因为大家一定觉得他们演奏太棒了，尤其是才学几个月，哇！想当年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只会吹那个一支十块的笛子，对吧？真的真的，我那时候只会吹一支十块的笛子，他们太了不起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首曲子，事实上是他们最喜欢的，叫 Night Flight， 就是夜间的飞行啊。
他们演奏起来会很兴奋，可是不要忘了，不要越吹越快，好不好？我跟他们说，最近我已经决定，很多人要生一团了，他们都很兴奋。我说今天如果表现不好的话，我就会后悔，让你们留学，就留着再多学一年，留在二团，好不好？来，最后一首曲子，给他们这些掌声 ，Nice Love。都会在我们的乐团里、跟着徐老、是他最忠实的粉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后面有个，好，那爱的爸爸来一下吧。围巾都毕业了，徐老，我们围巾要给你爱的抱抱，帮我抱一下。谢谢徐老师这几年来对管乐团的指导，谢谢。哇，丁优也抱一下。我们再次